这个扁豆角苗长得真快，几天没过来它都长这么高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悠悠，今天我爸在家里带孩子，我现在又来菜地了，要给这个豆角扁豆角搭架子了。几天没来，这个上面的苗都长一块去了。你们说我脑子是不是不好，今天戴了这个套袖，结果那帽子又忘了戴。大家天天提醒我防晒，我还天天忘，不是丢三就是落四的。哇，插不进去，好重。这边风大，不给它擦紧点，到时候那一起台风都给你吹倒了。我的天，朋友们，我种菜这么久啊，最讨厌的事就是这个拉网子搭架子，因为每次我一个人要弄好久，而且弄的还是马马虎虎的那种。像以前你说就林匠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爸这种时候我爸都会来，我让他来跟我一起拉才能方便些，但是现在有老二了，每次就是我一个人呢，几乎都是手脚牙都用上才马马虎虎的给它搭好。今天这个本来应该搭那个双层的，但是我不想搞了，太热了，然后哎呀搭不好，就用这个吧，只要有个这个网子让它往上面长就行了。哎呀，朋友们，你们种地最讨厌的事儿是啥呀？像我老家的话，架子好搭，直接用那个树杆或者那个竹子杆直接往上一插，因为竹子上面他们都有那个枝条，直接不用拉网，直接把它往上一插一绑就好。他们这边不行啊，得弄这个，哎呀妈，得弄这个网子，好热啊！经常看评论区，大家都说国内30-40度，哎呀，那可咋整呢？我们老家现在也挺热的，夏天的话武汉也是一个火城呢，热啊。这个扁豆叶长好了，到时候应该结的挺多的，还蛮好吃的。田主跟我说如果长得好吃不掉让我给他，然后他也喜欢。我说给种子让他种，但他不想种。哎呀，他现在年纪也大了，然后去年查出来有癌症嘛，很多太累的活他应该也不想干了。哎呀，简单就给它搭好了，把这个给固定下，长的就 OK 了。又小，又小，好嘞，哎。哎呀，我的西瓜又长大了一点哦。妈呀，这里长了一窝啊，三四个。给它剪了，这个尖尖就不要了，要不然的话它就光长这个藤了，瓜很难吸收到营养。一个两个三个大概截到这儿。我又把这个尖给它剪掉，不要了。今年这个西瓜如果说都成熟长得好的话，估计有10来个，就是我一共种4颗，然后接10来个瓜，蛮知足的，要是都长大的话啊。哎呀，现在去摘点菜，那个辣椒黄瓜都接得不错，摘点儿。哎呀妈，朋友们，我这黄瓜又吃不完了，好想给奶奶送过去啊。哎呀，
这些茄子要是送给奶奶多好，给她做那个米糠菜。哎妈呀，吃不过来了。但我们家两个小家伙也没好全，我自己也还有点，那也不敢去，哎，闹心。哎呀，像这种辣椒有的还能再长大点，但是我有的时候没空来，所以就差不多就给摘回去了。最近家里天天每天都有茄子、辣椒、黄瓜，要么就是拌黄瓜，要么就是炒黄瓜。我爸说，他天天这些呢，吃不完呢。哎呀，再带着小甜椒就可以回去了，这个是最好吃的。筐堆不下了，朋友们，收获的感觉特别好，你们是不是也身临其境呀？哈哈，哎呀，就是有点热。哎呀妈，不摘了，在这真的装不下了，快满满一筐啊。あのピーマン、シシト、あの下はキュウリとナシ、あ、ナス、なんか欲しい？いらない？毎日来るんですか？いや、そんなことない。もう普通2日に1回ぐらいかな。ですよね。うん、いっぱい食べて、なんか欲しいとき自分で取って。それでスイカ すごいよ。いっぱい出てきた。またあの。大きくなったらあげます。じゃあお先に。スーちゃん漬物食べたい。うん、还没做好呢。スーちゃんのさ、牛乳飲むわ。好，等一下啊。ママ、これ大丈夫？あ？これ大丈夫？大丈夫よ。